啱啱同我男朋友少少拗叫，佢想落去揼骨，但我想游水啦。因为我每一次去旅行啊，或者有酒店泳池嘅地方，我系一定要游水，但系佢唔肯陪我。而家楼下全部都系男人，佢惊多先，我好孤独啦。不如我而家就去游水，好舒服啊呢度。准备去 Bubble in the Forest 嗰间 cafe， 呢一间咧系我嚟曼谷其中一间最期待嘅一个景点咯，好开心啊！我今日着，我叫我男朋友影俾你睇。首先个头咧扎咗半边啦，跟住加个头箍啦，跟住耳环，呢个系 Burlook 嘅一条裙嚟嘅。借咗我 friend 只鞋，但系劲易甩出嚟咯，行每一步都会甩出嚟咯，就系咁啦。OOTD， 我好似唔记得讲咧，点解依家咧净系得我同我男朋友咧？因为另外嗰两个 friend 咧，我哋今日朝早系分头行事嘅，佢哋就去咗水族馆，跟住我就去游水啊，男朋友 hea 下咁样啦。我哋搭四上车，依家已经系三点钟，我哋 book 咗三点钟，但系我睇个 Grab 咧仲有八。原来在我们酒店去的那间 Bubble in the Forest 是要八个字加八个字咯，我不计了，所以就转头到了再说了，好好眼瞓，可以再瞓下。swing 個位啦，喺呢個目測有八成都係香港人。腸仔勁難食，好似一嚿膠咁樣。跟住豬頸都 OK， 皮蝦未試，食一先。我哋就離開呢個 Bubble in the Forest 啦，真係好靚。同埋咧，我想講有八成，即係八成嘅 Asian 都係香港人嚟咯。行到邊都聽到廣東話咯。呢度都好舒服，但係真係好建議大家三點後先嚟咯。同埋咧，中間嗰啲圈圈位咧可以坐嘅，但係咧就五點先開咯，好人靜。但係因為三點零鐘嗰段時間咧係曬到撲街，而家我哋就上車離開呢一度咯。呢度真係好靚。我哋去咗下一站就系嚟食呢间蟹肉饭，呢一间蟹肉饭咧都好出名，但系一间小店嚟嘅，即系佢连招牌都冇。我哋搭咗成个钟车咯，又好远，因为头先嗰个 Bubble in the Forest 已经好偏僻噶啦，跟住呢一度都唔系市中心嚟嘅，所以就搭咗成个钟车，坐到屎忽都痛咯。跟住咧呢一度我上个收七点啦，但系我哋而家系六点半先过到嚟咯，但系都仲有得食，冇折单嘅，咁所以我哋就转头睇下呢一间嘢到底系好唔好食。
我嗌咗咖喱蟹肉飯，70克一個，俾大家睇下個份量。雖然食咗幾啖，正常泰國嘅份量，因為泰國啲飯咧都唔係特別大份。呢個蟹肉唔係好多，因為我之前睇其他人咧有間係成個飯都係蟹肉，但係嗰個就好貴咯，好似成100-200元一個人。但係呢一個就70克，但係啱啱食咗幾啖，好普通。冇咩食評，就係咖喱蛋配蟹肉飯。我哋啱啱食完個蟹肉飯咧，跟住本身諗住去孝山路嗰個夜市，但係因為嗰度咧係比較多酒吧嘅一個夜市嚟嘅，即係同埋食嘢啦。但係我哋啱啱先食完嘢，所以就依家揾間揼骨嘅地方，日日都係揼骨揼骨食嘢食嘢行下夜市，正睇下揾唔揾到。因為呢個附近方圓百里都有啲荒蕪啊，俾大家睇下，呢度啲地方好荒蕪。Grab 是呢一架咯，好型。跟住我話我想坐呢度咯，涼下風。跟住佢哋話你自己坐。我哋而家到咗呢一個孝山路夜市，但我哋應該會揾骨揼先咯。呢度有啲似蘭桂坊，一落車咧就已經好嘈，好多霓虹燈咁樣咯。就是这里揼软骨，这里很便宜，这里是孝山路夜市的上一层，都是街边的姐姐叫我们进来。刚好我们又想揼骨，这里才是200克揼骨一个钟，即是50元港币。但我想说呢，刚才我拍到一点点，虽然有点不尊重，但是呢、是一个女人姐姐，有奶便是娘，我叫她做姐姐，但是她的力度一定是大力过同行这两位男士。她真的很大力，劲痛，她第一下已经捻到呢这样出尽力，完全是升了上天的。揼肩颈呢，哇，我痛到应该瘀了咯。会，如果大家揼过泰式的话呢，应该知道会挫的嘛。现在她望着我，我不够胆做，但是呢会整个人手扣后面，跟着就会揈你去后面，即好似咁样扭腰咁啦，扮一次。哇！我挫到好似差啲要断咁样咯，但系系抵嘅，200元。煎餅，同埋後面咧有間 Boots 咯。之前咧喺愛爾蘭讀書，最中意行呢間藥妝店，好耐冇見過啦。今次嚟第一次見到，因為我哋冇入過商場。依家咧尚算早啊，因為而家先9:00，所以咧呢條酒吧街都唔係話好多人，即係入面鋪頭啲人就唔算好多。
The next day. Hello， 今天是最后一天，现在是7点多朝早要走了，刚刚执完劫超级眼瞓，劲攰。我们个个昨天都3点多才睡， double check 埋间房，我已经看到有东西没执。那好了，我们转头再见。我哋寄曬倉啦啲行李，咁我哋個 pair friend 咧就有一個 hand carry 嘅夾啦。跟住我哋搭緊 lift 去離境嘅時候咧，我男朋友突然之間話：，我夾咧！我哋三個即刻靜咗，因為等佢自己發現自己嘅戇鳩事。跟住佢過咗10秒就：，哦，屌咁。在这间嘢度，最后冲刺买咗啲手术，买咗包紫菜，两包呢啲糖，同埋两盒芒果糯米饭，好眼瞓，已经无啦戴口罩，因为啱啱喺餐厅咧，我哋做成个钟先上嘅，咪喺餐厅瞓着咗，跟住我 feel 到自己瞓到擘大盒，跟住就即刻戴翻口罩。回到家了，现在已经是夜晚的8点了，好累好累啊。那今次这个5日4夜，其实是4日4夜了，第五日，今天是用来搭飞机。那今次这个泰国之旅的5日4夜 vlog 就到这里了，喜欢这条片的话就记得 like, comment, share 和 subscribe 我这个 YouTube channel, 记得 follow 我的 IG, 我们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